下午2点半，欢迎收看《华尔街大事》，我是丁世芬。台北股市呢，在今天来说算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的格局，不过最后还是收小红的。在加权指数部分，最后上涨了26点，收在9034点。量的部分呢，947亿，跟昨天差不了太多。不过今天行情来说跟昨天跟上个礼拜来说的这个大涨的格局来比呢，是稍微比较平淡了一些些。那当然，后续来说这个行情要怎么来掌握，还有今天要怎么样来掌握这个上下的高低点的波动，节目上先请到专家。经常是华信投顾分析师张大文，大文哥好。四分好，三立投资表大家好。大文哥，今天行情虽然说这个是小涨26点，但是今天如果要掌握这个高低点的起伏波动的话，要怎么来掌握这个当冲技巧呢？四分问到一个很内行的话啊，今天行情虽然只小涨了20多点啊，但是今天如何掌握波动，而且是什么波动，兄弟们？我想股市赚钱，你要掌握的是什么？你要从筹码面掌握大户筹码的多空变化，但是尤其在指数操作，啊，大方向、大趋势绝对不能犯错。但是如何掌握400点的行情，你要从百点的波动啊，兄弟们。今天如何大户筹码再度帮你两趟掌握到百点的波动，这才是重点啊，这才是重点啊，兄弟们。今天你所有的操盘工具你拿出来看一看，很多老师一早做多被杀，打下来放空再嘎，但今天大户筹码怎么样？从一开盘9018短空下杀50多点，下杀之后再度8982转多，再度强弹50点。今天当日冲大户筹码两趟的波动，再度帮你掌握到百点的波动。好，那这个方面我们再来进一步的详谈啊。那我一再强调，来到股市大家只有一个目的，赚钱嘛。赚钱怎么赚？当然坦白讲嘛，操作才能赚钱嘛。看多看空都不是任何的重点，只有如何操作赚钱，这才是我们要的重点嘛。啊，那我一再强调，你要从筹码面掌握大户筹码的多空变化嘛，对不对？我一再强调，股市赚钱，你让大户筹码教你如何 Michael 嘛，你跟紧大户的脚步嘛。多空不是自己去猜，自己去预设立场，啊、哦，这一路以来，从今年3月份以来，全国投资者，大户筹码转空，全力向下放空，哎，全国投资者。四方还记得吧？当时讲空很辛苦啊。哎，3月份你打开所有的报纸，跟你讲上看万点的一大堆，但当时只有大户筹码从8803、8745坚定放空。哎，大户筹码转空，穷了没有？这一下杀多少点了？啊？3月份8800全力放空，杀到7953呐，穷了没有？有没有400点？2个400点呢？好了，5月份破8000了，全市场开始恐慌了，告诉你要崩盘了。大户筹码标标准准由空转多，有没有？7976全力向上翻多，全都没有。有没有再送你400点？啊，大涨700点！哎，今年以来，从3月份以来，光这两趟1500点的行情，大户筹码有帮你看错吗？端午节前6月份来到了8700多点了，全市场又开始告诉你了，又要看得好得不得了，啊，上看9000，没有错，今天9000真的来了。但是当时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大涨700点面临全高，怎么样？大户筹码短线怎么样转空？所以8731、8523，端午节前全力反手再空，杀到8140，是不是？这有500点呢。你不要忘了，尤其英国脱那一天，指数一天就杀了400点呢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张老师，我们那时候8700啊，我们全力做多啊，今天9000，我赚300点。抱歉，不要自欺欺人。做指数的一天400点，你还有命吗？没有错，今天又来了9000，又创新高了。但是当时8700也好，不要说
对不对？六月份8700，三月份8800，你当时所有做多的人，你到今天，你告诉我你的命还在吗？这800点你赔了几条命了？这400点你赔了几条命了？啊，所以真正操作为在强调跟紧大户的脚步，对不对？大户转空，出货转空，你就跟着向下放空；大户进货翻多，你就翻多。大户再度转空，你就跟着放空。大户从8192这一次英国脱之后，8192、8451，请你全力向上翻多。到今天903几了，全都再800点呢。光是今年以来，你告诉我这1、2、3、4、4趟的行情，将近3000点的行情哎。来，所有大户筹码再看一下，不仅从三月份的空哦。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一月份崩盘大跌，总统大选，来导播拉近一点，全都是拉近一点，导播拉近一点，再拉近一点，杀到7500，大户筹码标标准准由空转多，就一个买讯啊。你看看大户筹码，张老师操盘工具，今天有今天看一分钟不准，明天看2分钟吗？2分钟不准，后天再看3分钟吗？3分钟不准，再叫你看5分钟吗？所以很多所谓的技术指标，卖技术指标操盘的这些工具的老师，甚至一天要看6个图，你怎么看呢、啊？所以我说大方向、大格局、大趋势，从7500大户筹码只有一个标标准准箭头向上的买讯，全都没有。大户筹码一路由绿翻红，标标准准由空转多，7500到8800四分，这一趟多少点啊？1300点的行情哎，你今天有大户筹码，你这1300点你会错吗？从3月份来到8800，全市场开始告诉你的上看9000、10000，没有错，今天真的9000了。但是当时大户筹码由多转空，只有一个空讯，全部都是8800杀到7900，多少点啊？800点呢，光这2趟2100点呢。杀到7900之后破8000，大户筹码来导播只有一个翻多买讯，又强弹到8700、700点，从8000端午节后之后再度由红转绿转空，杀到8100，又杀了400多点，从8140再度翻多，昨天上礼拜也讲得清清楚楚，不要去预设立场。你看很多这两天我看很多财经节目，从上礼拜就在啊9000会不会来，那这两天来到9000了，又一直在那边盘中。我今天听了很多一些财经节目，哦，9000会不会守稳？这都很无聊的事情啊！你这一波从8140大户筹码就是一个买讯，从上礼拜讲得很清楚，大户筹码向上翻多的长多格局趋势没有改变，所以上礼拜跟你讲9000会不会来，这个清清楚楚摆在这里啊。那昨天也告诉你，昨天的9000也不是高点了。今天再创波段的高点9000，那这里还是可以斩钉截铁，对不对？当然这里也绝对还不是高点，为什么？整个大户筹码向上冲多长多的趋势到目前没有任何改变嘛？那你看这一波段又大涨了，送你800点的行情啊！不要去预设任何立场啊！但是现在话就回过来了，就是刚才四分一开始提到的，今天对不对？我说现在问题不是看多看空啊，怎么操作赚钱嘛？那这一路大户筹码从8192、8451一路请你翻多，今天稳稳的来到9000以上。那我问你，今天如何怎么样掌握百点的波动嘛？这才是我们要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一早啊、全力做多，全力做多，马上杀50点。对不对？下来放空，马上被嘎。今天如何再度掌握百点的波动，这才是关键嘛。那这一路以来，我们的操盘工具我们也讲得很清楚啊。现在随着科技的发达，对不对？也很方便了。以前我们操盘工具一定要下载到 PC， 对吧？电脑 NB。那现在 NB 很多投资人打来，张老师，我电脑我上班族不能带台电脑吧？不方便吧？没问题。啊，现在3C 产品，对不对？这个功能强大，所以现在我们操盘工具都可以很轻松的啊下载到你的行动装置，不论平板电脑也好，是不是？
手机也好，哦，那现在平板电脑来，全部都这样，亲眼见证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一波，你看我都留在这里嘛，这是哪一天啊？7976有没有看到？当天是崩盘重挫哎，7976破8000，告诉你翻多翻多翻多，就在这里啊，精不精彩？对不对？7976翻多，哎，这一波大涨700点，端午节前来到8700以上了，很多人开始看多了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我都不反对，我一定要强调，今年9000万点我们通通双手欢迎，但是短线大户转空，你要跟着大户的脚步啊。3月份8800大户转空，你说哎呀我硬要做多，那你800点你没早就没命了。端午节前8700，对不对？今年多头没有错，真的是多头，但问题这一杀几百点，400-500点你就没命了。所以端午节前8700-8731转空，来兄弟们，对吧？从7976转多到端午节前，是不是来到8700啊？来，当天斩钉截铁转空转空转空，8700以上大户筹码转空啊！哎，这一杀多少点啊？哈哈，光是英国脱那一天哈，就杀了400点了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再度，你只要跟紧大户的脚步，这叫借力使力嘛，顺着大户的力量去赚钱嘛。所以多空不是自己在那边硬凹。硬掰，呵呵，蛮干那不行，顺着大户力量。所以今天大户筹码是标标准准，这套工具就是让你真正从筹码面掌握到大户的多空变化嘛，对不对？那端午节前8700杀下来，杀到8140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一杀又是4500点。好，那在这个英国脱那一天来，全国都没有。你光光看，你有大户筹码操盘工具拿出来看看，从8473空杀到8140，哎，这一杀就300点了。8473空打下来8192翻多，穷同学，这一趟的空就300点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还是不要，对不对？跟紧大户筹码脚步，8192预告重挫300-400点，8192转多转多转多，对不对？再来有没有8664转空，再一杀又是200点，杀到8400，有没有？一空一多，看到没有？这一空又送你200点，打下来告诉你8451再度翻多，所以这一趟从英国脱8192翻多，8451告诉你还是多，有没有？甚至上礼拜再度开高走低，当天下杀再度跟大家报告。7月13号8750拉回还是做多，为什么？因为长多格局没有改变啊。当天一早8:48拉回8750做多，7月13呢，当天到10点多还杀到8726了，兄弟们，你通通买得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路以来，从8192转多，对不对？8451还是多，对不对？告诉你拉回8750还是做多，对不对？那上礼拜甚至8778还是多，对不对？那8842还在多，还在多。昨天一开盘，来，兄弟们，昨天7月18号一开盘，8928再度多。昨天一早9点多，8928还是多，对不对？昨天8928多，再度强弹到9000了。好，那昨天涨到9000，我们大户筹码公开呼吁，长多结构没变，但是短线怎么样？短线怎么样？由红转绿，短线出现短空的讯号，有没有？那整个波段涨了800点了嘛？大户怎样？他难道不会想卖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涨了800点了，赚了800点，大户不会想调节吗？所以昨天已经公开呼吁，昨天8928还是多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一路以来啊，所以这个操作整个大波段8192多，8451还是多，对不对？8750拉回还是多，对不对？那8778还在多，8842还是多，昨天一早8928还是多，对不对？攻到9000了。那昨天来到9000，已经公开呼吁，短线你要特别注意涨多的什么？短多获利的多单获利的修正卖压嘛。昨天已经预告大户筹码已经怎么样？由多由短空的讯号哦。那长多结构没有改变，但是短线出现了短空。
所以今天一早来全证9:04，大户筹码9018转空，一早9点钟，9018转空，全都没有。结果呢，下杀50多点，打下来之后呢，8982再度翻多，有没有？所以到了9:19，有没有？9018短空部位回跌50点，当冲回补一趟，空单短空，一早9018空，下来50多点，打下来之后，空单回补8982再度翻多，尾盘再弹到9035，全都没有，光今天两趟，是不是再帮你掌握到白点的波动啊？来，导播照一下我们后面电脑。上面点一下，照一下来的，这个当日冲把它点下去啊。那我一再强调，整个长多格局没有改变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很清楚，所以9035也不会是高点，对不对？整个长多向上没有改变啊。但是短线的操作如何掌握白点的波动？今天早盘导播，当日冲所有我们操盘工具，你把它点下去，你看了没有？今天我们大户筹码。我们的操盘工具只有两个讯号嘛 ，only two 嘛，那你的软体打开看看，今天每天箭头5-6个，所以很多软体每天箭头5-6个，那一个礼拜就20-30个箭头，你告诉我到底多还空？所以很多软体你听他节目上每天多啊空啊空啊多啊，随他讲不客气随他变嘛，因为他每天箭头5-6个，那你今天有大户筹码。所以我讲过，现阶段大盘长多格局没有改变，但是看多看空不是重点，怎么操作赚钱才是重点嘛。来，导播今天一早跳空再谈，对不对？谈到9034，大户筹码今天一早9018就是空嘛，只有一个空讯，结果呢转空之后杀到8962，你告诉我这多少点，对不对？这不就50多点的行情吗？打下来以后，打下来以后，这个地方有没有8982再度翻多？所以一早，对不对？9018附近大户筹码就是一个空，是吧？杀了50多点之后，空单就是懂得怎么样回补？为什么大户筹码在8980附近再度转多？尾盘又弹到多少？9035，来，就这么简单了。今天我们的大户筹码，我们的操盘工具就两个转折嘛。一早9018的空打下来，打下来8982的多，来，全国投资人，导播拉远一点吧，拉远一点。这一空一多，你告诉我多少点、啊？再帮你掌握到白点的波动嘛？这不就是我们要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一再强调，指数操作，你不要去太烦恼。哎，到底张老师，我要做多做空，对不对？坦白讲，你脑袋怎么想，那都是你在想的。你跟紧大户脚步有什么问题呢？对不对？大户多，我们就一路多，对不对？大户3月份空，我们就一路空800点；大户多，我们就翻多涨700点；端午节前8700，大户再转空，我们就空杀4500点。杀下来，大户再度由空转多，8192、8451，到今天又是800点了。那整个大户筹码的结构来看，整个多头结构目前有没有转空啊？还早嘞，你懂不懂？要等转空，最少还要很长一段时间。所以目前整个向上的冲长多的结构是没有改变的，只是短线涨了800点之后，今天你短线上的操作如何掌握到白点的波动？今天多空两趟，一早9018的空打下来8982多，多空两趟再度帮你掌握到两波白点的波动嘛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哦，那当然长线多头结构是没有改变的，不要预设任何立场，会涨到9000几 I don't care， 你把方向做对就好了。短线上涨多要提防修正，就这样而已啊，对不对？短空你就跟着短空，打下来翻多就空单回补翻多，对不对？今天两趟不是照样帮你掌握到白点的波动吗？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那再来，今天行情虽然创新高，我还是苦口婆心问全国投资人一句话，尤其做股票的，
对不对？四分，我请问你，今天台股创今年波段新高了，那做股票的人高不高兴啊？笑得出来吗？穷投资者，今天台股创今年波段新高，穷投资者，你问我，我问你，今年从140多块买 IET 的人，你告诉我今天你笑得出来吗？今天还在九字头哎，你一张还是赔十张还是赔50万呢？对不对？今年120多块买 GIS 的人，你告诉我今天笑得出来吗？还在七字头哎，是不是啊？赶快清醒过来！哦，行情创新高不代表每个人都有钱呢，你要做对买对才有钱呐。那买什么样的股票？大户在进货的股票。那什么是大户进货股票？你看看凯盛，今年190多块，很多人买，一路买一路赔，一路买一路赔。为什么？大户筹码一路出货嘛。你怎么跟大户去抵抗呢？大户出货就是空嘛，杀到106，公开呼吁大户筹码由空转多嘛。大户你看没一路进货，现在120多块。那这种在第三季营收获利大幅成长，而且大户在进货股票，这个才有行情可言嘛。你不要你的股票只有你在买，你的老师带你一路买，买 IET， 你告诉我哪个人不惨？买 GS 到今天呢，很累了，还在七字头。对不对？那5264的凯盛，好不好？你要特别注意，啊、哦，将来也会接到 iPhone 的订单，好不好？近期还在创高点，还没涨完。那再来像玉金光一样嘛？你看今年从69块大户出货，你看杀啊，几乎腰斩了，但杀到40块，大户一路进货，有没有？所以昨天为什么玉金光能够强攻，能够涨停，再创波段高点？大户已经这样买了一个多月了嘛？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所以像这样的股票，凯盛也好，玉金光也好，值得你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的把握。手上有其他套牢股票，你把它转过来。再来一档很可爱的股票 ，Pokemon 商机啊，是吧？我想四分应该记得，我们当年对吧？前两年130多块，电视公开会向下放空啊，崩到30几块，当时很多老师130拼命买哎，我们130多块公开呼吁空，大户出货，崩了100块。一张就10万呐、啊，10张就100万，那杀到30多块，大户开始结构开始大户进货翻多，近期震荡整理之后再度加码翻多，好不好？那这档是近期现在最夯的 Pokemon 商机，对不对？全世界都发疯了，对不对？都在找精灵宝贝了，三开头三结尾，像这样的股票将来才有大格局大行情创新高，希望大家赶快跟上我们脚步，好不好？那关于指数操作，明天盘中。大户多空转折，好不好？赶快跟上，我们第一时间专线通知你。好，这在今天行情部分，当然更多分析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专业让华信投顾总能发掘潜力投资。20多年来，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、更深远的眼光，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。致富专线02-2392-3988，2392-3988。这是第一眼所见，这是下一秒体验，这是眼前科技，这才是你真实的驾驭感受。这样的光来自天际，更来自公益，这动力开启感官的震撼之旅。 The new Audi A4 撼动感官界限，进化科技定义未来。再进化，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Number One， 天气热它就是冷气，马上开机立刻吹出健康的冷气；天气潮湿它就是除湿机，跟过敏、发霉、潮湿说拜拜；空气脏它就是清净机，有效过滤 PM2.5， 给您全家干净的空气；天气冷它就是烘干机，陪您全家度过寒冬。多机一体，超强功能，高效能，一耗电还可以啪啪照。想要哪里吹冷气就吹到哪里。你还在用耗电旧型的冷气机吗？或是买了空气清净机、除湿机、烘干机一大堆的机器？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，一台抵多台，一般的价钱，多重的享受。直吹式冷气吹出健康，高效能，低耗电，不滴水，免安装，免排水。现在只要一通电话，立即享受清凉净冷的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。
和我们分享梦想，让我们分担烦恼，把您的老问题新创意和全球扩展计划交给 UPS。 我们不仅能帮您推动业务发展，更能连接全球网络220个国家、地区、40万名专业团队，提供最佳解决之道。让我们一起创造无限可能，跨越全球，创新优势。华尔街大师专节目回来，要继续到大来选股，尤其上段节目特别讲到了现阶段来说呢，这个 Pokemon 的商机很不错，那还有哪些股票是可以琢磨的？再把时间交给大文哥。好，那大户筹码这个操盘工具，如何从筹码面帮你掌握到400点的行情，好不好？那大户筹码一路如何教你如何 Michael 这才最重要的嘛，有吗？三月份攻到8800，全市场高点上看9000万点，当然这些大户筹码8800全力放空啊。3月31号8803空，4月份875全力加码，全力放空，有没有400点？重挫800点。5月份破8000，大户筹码7976，翻多，大户进货翻多，全力加码翻多，有没有400点？到达700点。端午节前8731，再度放空啊，8731空，6月1号8523还是加码再空，有没有400点？一天杀400点，是不是？那这一波从6月份8192、8451全力向上翻多，8750拉回还是多，对不对？8842还是多啊，昨天8928还在多，对不对？到今天呢？又波段大涨800点。好，昨天大涨之后，注意短线短空的修正，有没有？今天一早9018的空，8982的多，今天两趟再帮你掌握到百点的波动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大户筹码啊，400俱乐部，明天盘中大户多空转折，好不好？想跟上我们脚步的，赶快跟我们做个查询，我们第一时间专线通知你。